美，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美美美美，你这么美，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美美美美。山东里亚的花蕾，你细细交换了泉水。哇，因为天口咁兴。咁最好咧就係整翻杯凍冰冰嘅嘢啦。但係市面上咁多奶茶，飲邊只最好呢？梗係嚟 Party Time 啦！等我介紹俾大家，有邊一隻係最適合大家飲嘅啦。来头不少噶，自己亲身飞去台湾咧，学咗3年嘅师，咁啊将所有台湾嘅珍珠奶茶嘅精髓搬过嚟马来西亚，俾我哋享用啦。所以依家市面上咧就有 Party Time 嘅出现啦。咁啊 Party Time 咧唔单止得依6杯咁少嘅，总共咧有10个系列咁多噶，任君选择。各位朋友，噔噔噔噔。減肥的朋友是最啱的，這杯叫做玫瑰荔枝紅茶，混合了一隻植物叫做小紫蘇，那它的look就好像青蛙蛋一樣，挺有趣的，那最適合我們的又是漂亮的朋友啦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喜歡水果的呢，這杯就最適合了，叫做 Party 綜合鮮果冰茶，那裡面呢就混合了5種生果在裡面的，有百香果、菠萝、吉仔、鲜橙同埋西柚噶，芦荟桂花绿茶呢杯咧系有美容嘅作用嘅。咁啊，如果依杯嘢喺古代出现嘅话咧，一定系啲娘娘嘅最爱。哇！原来 Party Time 有特别优惠。喂，点样去揾到呢个笋盘嘅咧？一定要上 MyiMart.com。买这个特别优惠券啦，记住啦。